在戏里面呢，我饰演的是张敏，就是旭日动荡的年代。在我们的家园呢，我提升了，我当了妈妈。就你记得后面有一场，我要求你让我去学做糕点。你跪在地上的那一场。对对对。我不要做律师，我要做厨师。你，我跟你讲，就那一巴掌之后啊，后面我真的是全身心可以，真的是我会把她当我妈了，妈。我真的很想跟伯乐学做糕点，我什么希望都没有了。希望呢，大家都可以多多留意跟支持我们的家园。妈，我要学做糕点。不，你一定要当个律师。